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3月6号夜瑞方在龙山书店49分，手牌的是2234。请问白先生，书店铺有吗？只想要听2028，讲听2027也铺有吗？只想要听。刚二三次，仅有3件给我加一的 ENU710，请加发全责。超级感动，二三次将背回现看我树林的普悠马自强号，从2028年 T1N2027，在瑞芳站停靠，感谢各位支持，那再见。